其实如此，它还是比较好的。好，那特殊品就买得到。台湾你可以便利商店你看到啤酒就是那几种，台啤、那个海尼根，然后麒麟，就这样。你会觉得说，全世界啤酒大概就不外乎这样，喝起来顺畅，金黄色，那么的，那个喝第一口就很爽，第二口都会觉得感觉那么苦。但是这只是冰山一角，全世界的啤酒种类非常非常的多。那市面上不同口味的不用讲的，有时候你就想去喝清爽的，然后进了那个什么 Seven 之后，发现他现在只提供海尼根。最重要是价格。一般啤酒，我们以台啤作为基准，最便宜的18天一公升，这边都是一公升的基准，119块。朝日的我有点意外，算了一下，刚才朝日现在比较便宜，一公升70块，在大致上都是100多一点。那这个是一般啤酒，一般你买得到。但是如果说你现在喝的是精酿，就是那种做工精良，然后不掺水、不加那个什么那个麦芽糖的，长谷野猫头鹰这是日本的，一公升300。然后 Lambic 这个是比利时的一种特殊啤酒，300。爱丁格小麦啊，再便宜一点，这个比较像商业啤酒。金色山脉大家最熟悉的，一公升也是300块。然后北台湾这是台湾精酿啤酒，300块。后来，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消费。如果说你想要夏天晚上一天晚上喝一杯的话，你会发现过2个月你还喝不到这边。但问题在于，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被解决吗？有的，自己酿，保证新鲜，风味自选，重点是要多少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平均一公升25块。我们对照一下市面上的啤酒，就算是台啤，它也是1/4的价格，而且保证不掺水。那个什么，我们它大部分的商业啤酒里面，实际上它并不是真的有麦芽精酿。所以说你在喝商业啤酒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喝起来很清爽，但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淡而无味，没什么味道。但是如果说是全完全谷类酿造的，实际上它会有一种带有一种麦子跟谷味的谷类的香味。那台啤它掺了那么多东西，它还可以卖你这个价格，你这一酿全掉1/4。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 ，OK， 那自己酿的话很划算没有错，但是为什么大家不自己酿呢？会不会是因为它的过程很困难，或者说是设备很贵，我要花很多的时间呢？这样比做饭还要简单。然后最快3天，一般来说1周，那设备只要2000-3000块，然后你就会有源源不绝的啤酒可以喝。那在场有没有人会自己煮饭？看过师傅？有没有举个手？如果说有煮过饭的话，就有看过师傅的话，应该会蛮常看到师傅的样子，就是一个画面啊，然后上面一堆密密麻麻的那个什么材料啊，什么东西。然后我们试着把啤酒的那些大概画成这个样子，你也注意到它比一般食材还简单蛮多。好，麦芽5大杯，水20大杯，酒花2大匙，酵母1小匙，香料1勺。把那个什么水煮热之后呢，加入麦芽，1个小时之后把麦芽再捞出来，然后接下来再把火烧滚之后加入酒花、香料，1个小时后起火，就5小时。这就是所有的流程。对，好吧。那整个啤酒的酿造大致要分成4个步骤：糖化、乳化、发酵跟装瓶。它也就是4个步骤，不管你酿任何啤酒都一样。然后花的时间上也不多，糖化1个小时，乳化1个小时，
发酵就放让它好就是了，装瓶，装瓶一般不用一个小时。糖化在做的事情呢，它就把麦子里面的淀粉变成糖水，因为那个什么，如果淀粉还是淀粉的话，它没办法发酵，所以做的事情就很简单，准备64到68度的热水，把麦子丢进去泡，泡一个小时。好，那泡完之后呢，我们会拿到麦子汁，那我们就把啤酒放进去跟麦子汁一起煮。那唯一要注意的是，啤酒放越久会煮的会越久越苦，所以根据你想要喝的苦的程度呢，分段去下。酒花大概分两种，一种是煮苦的，一种是煮香的，就要取酒花香气。第三段丢酵母，转进发酵桶下酵母，放水给它好就是。那唯一这边要特别注意是卫生跟温度，原因。卫生，我们前面的锅都在锅子上面煮，因为在锅子上面煮的时候温度都是100度左右，所以你不用担心有什么杂菌跑进去。但是当你丢进消防发酵桶之后呢，温度就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细菌跑进去的时候，你才会得到一缸酒的花法。所以留意卫生，在前面煮完之后，接下来每一个动作都要消毒。也就这样。最后，让它发酵大概一个礼拜左右，你会看到说它上面就一直冒泡，冒到不再冒泡。它不再冒泡之后，过个一两天，你就可以把它装进酒瓶，然后存放或者不存放直接开喝也行。如果说你喜欢气泡，就喜欢那个什么啤酒有一些那个刺激的口感的话，可以做二段发酵。二段发酵也很简单，在瓶子里面加点糖，装瓶，封起来，就这样。哦，二楼。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什么别人的教学影片。就我当时也是跟着这一个来，跟着这一家去。前面就是先把水煮沸，最后准备温度计跟温度计，然后把盖子放进去，不会希望到时候高温的时候。放麦芽，麦芽都有现成的材料包裹了。OK， 泡一个小时之后，把它整个拿出来，稍微把它挤一下，也不用尽量挤了，因为说实在还蛮难挤。OK， 第二阶段，前面有了糖水，接下来开始煮。那煮了之后呢，会下酒花。啤酒花长这样，我有带过来，等一下大家可以发现这样。越久越苦，所以如果说你是喜欢那种比较那个什么清爽的，你就可以少放点酱油嘛。煮完之后，接下来要准备那个什么放进发酵桶，所以要特别注意卫生。他做这边做快速冷却，不过我个人觉得不快速冷却也 OK。就是确保在冷却期间不会接触到太多空气，对，盖上盖，消毒。接下来装瓶，加酵母。酵母先。装完，摇一摇，然后这个呢叫水封，它可以让空气挤出不进。好，然后把它放在温度比较低的地方，尽量温度比较低，发酵温度根据你的效果而定，一般是等7到10天的。然后它这边不装瓶，就直接整个封起来，你就可以放冰箱准备喝。
看完影片有没有觉得它意外的非常简单？为什么我们不读安德森？啊啊，这是个超棒的。没笑了。没有啊，其他好。OK， 那既然看到了它市场本身很简单，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实际上要准备哪些装备。那会建议就是至少没有锅子嘛，还要去煮那个麦芽跟那个泡麦芽。那要瓦斯炉，那虽然你也可以准备卡式炉，不过火力可能会稍微有点小。豆浆袋，比较让你方便把那个什么那个渣一口气捞出来。夹子是。漏斗装瓶用的，发酵瓶，水封，跟如果说你想要再装成啤酒瓶的话，会需要装瓶设备。那耗材的话，就麦芽、啤酒花、酵母跟消毒酒精。就你去那个什么便利商店买那个75%的那个酒瓶消毒酒精就行。OK， 那大致上就是像这样。发酵瓶，发酵瓶跟水封在那边，谁来传一下？这个就是我用的5公升的发酵瓶，然后上面放的是水封。那另外的话，麦芽我这次没有带来，那我等一下再把那个。那如果说你对装瓶材料有装瓶有兴趣的话，那实际上也就是买啤酒瓶跟瓶盖，还有这个是装瓶器，就是你把它放在上面用力压一下，它就装起来了。因为我这一次的那个装瓶器刚好不在身上，我借给另外的朋友了，所以这次没带来。但是大致上这个东西也不贵，一支啤酒瓶的市价大概是12块左右，然后瓶盖不到1块钱。有这个装瓶器还有一个好处，你啤酒喝一半没喝完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东西把它给封起来。当然味道还是会变的，但是至少就在里面是一定要把所有的东西喝完。Alright， 那前面那些东西如果个别出去找的话，确实有点麻烦，所以说，真的要上去。质量好，我这个当然也是从质量买过来的。我这一套这个比较小，5公升的是酿酒热炉的套组，那基本上就只包含了前面我们看到的发酵桶、水封、一组麦芽，然后那个什么豆浆袋、那个温度计，然后这个东西很特别。它的整个包装事实上就是一个包类的东西，就是所以说你可以直接把那个什么做好的那个发酵用的东西直接放进去。那比较便宜，如果说你想要走便宜路线的话，啤酒王它的套组还比较便宜，而且容量更大。它的我们的这一个瓶子一个是5公升，那啤酒王的一个是20公升。对，如果说你要这样大量的话。那个套装啊，对，有套装的。重点是呢，套装就算了。我们今天比较没有办法 live demo， 比较因为我们没有3个小时的时间来煮。但是，酿酒人乐园它现在大概每个月都会在那个什么那个新北市做那个什么现场的 demo。然后啤酒王他更夸张，他到处教学，就是你跟他买套组，然后那个什么他会带着套组，然后到你家煮完一遍给你看，然后叫他说套组留下来之后第一把。那当然我们也考虑到可能有些人更难一点的。有这种东西是他们发的，这个成本特别高，2万多块，这个是半自动酿酒，
然后一次30公升。grandfather， 对 grandfather， 它是哪里好 ？OK， 半自动酿酒机它的优点是它本身第一是分量比较大，你在做的时候不需要就是桶子扛来扛去，因为像我现在自己的话，我一次酿造大概是20公升，20公升要从那个什么锅子抬到桶子上是还蛮累的。但是它是全自动的话，你就不必扛来扛去，你只要材料丢进去，然后跑就是。你包括温度控制，对，包含温度控制。那半自动如果不能满足的话，这边有个选择种，你把材料放进去就不用管它了，就这样。问题是价格。这一台前面那一台大概3万，这一台就要7、8万。啊，我一下，2000多块美金了吧？是。所以还是前面的那个1000多块的那个套装比较划算一点。All right， 那我们这样，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在酿造的时候，我们自己做了一个 headpad， 所以说相关社群的资料，哪些的那个什么就是教学资源，计算机，就是酿酒的时候你可能会找到那个酒谱或者计算机，这边也有，然后你要去哪边买东西，反正我连接上面都有。All right， 那就这样。哈哈哈哈哈。所谓的黑麦汁，黑麦汁实际上就是还没发酵之前东西。是，有，如果你丢酵母下去，它就变酒了。所以做到刚刚的步骤，它就是黑麦汁。是酵母前辈，对，下酵母之前它就是黑麦汁。所以事实上，你也可以自己做黑麦汁。对，重点是自己做黑麦汁一样很便宜。因为这个很好玩，就是我们都说是那个，如果说有那个什么孕妇或者是老人小孩做黑麦汁可以补身体嘛。然后德国他们做的更夸张，他们不是喝黑麦汁补身体，他们是喝黑啤酒补身体。我今天的是 stout， 虽然我带了好几个口味来。今天的酒单。酒单，介绍一下。对啊，你没有那个杯子。对啊 ，OK。可以嘛，对吧？哇，这是有鬼的、啊，好高级的酒，好高级的，居然有鬼的，好高级的，超级方便，真是让日本人了解跟你们一起想要怎么出发。
没关系，我会给你看。这里面好好的。对啊，然后不是要不就是要不人家看一下边边。啊，那个也可以开，也可以开。这么多，我什么都没看到，超级什么都没看到，是，肉丝是什么？肉丝，你的是？你的是自己的呀？是，他说我们现在在过过啊，
再来呢，好，继续。好，事实上这边呢，并不是那个什么在内容之内的，我稍微介绍一下啤酒的差别。啤酒的话，基本上是淀粉、水解、发酵、产生糖分，然后最后转换成酒精的饮料。那主要的成分的话是大麦、小麦、啤酒花跟酵母。但是光是这四个原料的话，就分成两大概念，一个是 lager， 一个是 ale。我们最常喝到的啤酒是 lager， lager 的特色是低温发酵。然后，它的酵母是在夏天运作，它发酵期很长，一次可能就要运作个三个月。然后它会有个亮丽的金黄色，特色是清爽可口，味道干净。缺点是它也常常带着无味或者是苦的汗液，所以你可以很想象的是，两个月。那另外一份是台啤跟那个哦。凯迪根，我觉得大家对凯迪根的建议相对比较普遍。但也有另外一个是 L 的话，它是相对高温一点，不过即使高温大概是20几度，那个什么拉格的话是10几度，那它的发酵温度在3分，发酵期比较短，最快3天，一般1周。那它跟拉格比较起来的话，它就是味道丰富又很浓郁，而且它的果香比较多。缺点是它偶尔会发酵的，有点发酵过度，然后会发生类似阿摩尼亚的东西的味道这些。对，我们现在主要都酿料，因为我还没有很适量啊。拉格需要那个低温设备，对，一次低温。你说低温是要到多热到麦德斯吗？没有，拉格的温度大概是在10度左右。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如果说是放置的时候，直接把它放在冰箱里面的话，没有。嗯？哦，五种啤酒。
看另外一些比较特别的啤酒，然后拉格、烈酒、IPA、Porter， 所以你光是看名称的话，就大概可以知道它是什么样的风格。这家是更精致一点，所以它会标注说我的酒精浓度那么高，跟我的苦味有多少。如果说你看到有个东西，它帮你标注说 IBU 的话 ，IBU 越高越苦 ，IB 大概是20。所以你看到会有 IBU 79甚至400，这个是就比较特殊的啤酒。如果不喜欢苦的话 ，IBU 高的千万不要喝。OK， 重点来了，我们刚刚看到那一页，这是一杯的量，它一杯卖你260-280到300个，台币，台币，啊不是，吓死我，以为是美金。重点是它一杯就卖你，对，所以卖成鸡排卤味，本来卖啤酒啊，超好喝的好不好？现在台币一杯1公升成本25块。然后现在一杯大概是卖你那个什么300块，总之，感谢大家。好，那个如果有人想要下坑的话，请上网搜寻那个什么啤酒王，或者是直接跟我联络。好，以后礼拜几就给你了，结尾对吧？我来拉美。好，感谢医生。